150人的战争，且拥有监狱重生系统以及多元战术选择，没有错。新一代免费大逃杀 COD 决胜时刻现代战域，也称 Warzone。Hello， 各位，欢迎来到怪子游戏频道。在去年，决胜时刻推出了新作现代战争，而这一次更是开放了两种新模式，一种是夺金之王，第二种就是 BR， 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吃鸡大逃杀。这部影片呢，会先针对 BR 来做解说，不用担心价钱问题，是免费游玩，不需要购买现代战争就可以下载了。那么现代战域啊，又有什么样的特色呢？能在一天内吸引到600万名玩家游玩？我整理出五个重点来给大家解说解说。第一，一场游戏里啊，能有150人，三人为小队，采第一人称游玩。地图的部分啊，算是非常大，而且重复性的建筑物很少。听说每一栋建筑物啊，都是由建筑团队精心设计。当然，在地图里载具也很多元，总共五种，分为 ATV、休旅车、直升机、货车以及战术越野车。这边要注意的是啊，只要你上载具，就会切到第三人称视角。驾驶难度的话非常容易，翻车几率非常低。第二，一开始说到的监狱重生系统，在现代战域里是可以复活很多次的，所以比较不用担心死掉或无聊啊，只能看队友视角。首先，每一名玩家，不论你是摔死、被打死、闹死等等，都能有一次监狱重生的机会，我们俗称劳改。每一次到监狱里啊，都是等待系统匹配玩家跟你一v一单挑，获胜者重生，失败者就淘汰，这么简单。当然，不幸失败怎么办呢？还是有重生机会啦。队友可以到地图上的购物车花4500把你重生，金钱系统后面会说到，所以还是尽量劳改成功吧。第三，金钱机制。游戏里啊，拿到金钱有很多种方法，像是物资收取、开箱子、击杀玩家、收集合约。说到合约啊，就来简单提一下合约机制啊，算是非常创新的。当你接每一个合约啊，都有不同的难度奖励，可能叫你去杀特定的人、占领区域，甚至是物资收集等等。推荐各位多多尝试，奖励真不错。回到金钱，在地图里都会有一个购物车图案，俗称补给站，有各式各样的战术技能，像是复活队友4500、空投、空袭、UAV 等等。没有限购买次数，有钱就是老大。第四，枪支等级与配件。游戏里枪支等级啊，由低到高分为白、绿、蓝、紫、橘以及自定义红色，记得会依据品质的好坏，配件会有所差异。像是低等级的枪支啊，就必须用铁瞄，而中高就会有二倍以上的瞄准镜。都是随机捡取的，唯一会有差异的就是空投。当你捡取空投时啊，会有自定义以及预设让你选择。这边建议新人玩家都先以预设为主，算是中高阶枪支帮你配好的。如果你玩一段时间了，那你能试试自定义，也就是在游戏外的大厅做搭配。而枪支配件啊，采取等级奖励方式，等级越高能有更多配件选择。当然，除了自定义配件以外啊，还有特长、战术技能。也就是说，玩到后面，你能把自己最想要的配置配好之后，拿到空投就能直接套用了。最后一项护甲背包及跑圈机制，每一位玩家都是三个蓝甲、一条生命线以及同样容量的背包，而每一个人都可以使用装甲板回复一个护甲，总共三格。生命的话，脱离战斗自动回复。护甲一片能抵50伤害，生命则是100滴。不论你是补护甲、自动回复生命，都还算蛮快的。如果你是以打带跑的能力，应该还挺不错。跑圈的话要特别注意，毒真的痛，护甲生命同时受损。不过在游戏里啊，是提供了防毒面具的选择，能在毒圈里撑12秒、12秒后自动损坏。以上是我整理的五个重点特色，如果其他人还有心得想要分享，也欢迎留言，我都会看过的。总之体验到现在啊，我都觉得还算容易上手，更有着 COD 系列的打击感。地图更是美，不同建筑以及地形展现，最重要的免费游玩啊。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往后的外挂问题，希望大家能一起抵制外挂啊。还没下载的伙伴看完后觉得如何呢？如果准备下载的啊，游戏80-90GB 跑不掉，最好是空出100GB 比较好。那么这一次的五个重点特色啊，就差不多是这些，后半段则是实战片段分享，欢迎各位看看咯。当然喜欢我的影片记得按个赞、点个订阅、分享出去。算了，让我 Let me see see， 烂梗。对，铁路怎么样？好啊，好，你先弄。我们先 check 一下，我们是要跳到哪里？中间还是旁边？
体育馆。好，听错。这里也太穷了吧？对啊。什么鸟地方啊？这比那个我们今天跳的那里还烂哎、欸。真的。啊，要去房子，沙鲁那里。对对对，要去沙鲁那种房子。一人一栋。完美。这个方向。然后看到红点。这个就可以蒸了吧？这个你大概到这边就可以蒸了。我这边可以蒸了。买东西的地方吧。对对对，在那附近打。哎、欸，跑过去一只。哦，这三个红点，那也是哦。人家房子还可以再蒸吗？没有外围。啊，丢空投，用空投。倒一只，倒两只，全死。我靠，我的机枪跟他故意嘞。他来帮我们丢空投，哎，真的太棒了，我喜欢这组。哎、欸，动不了吗？哎、欸，不，又不能嘞。好像是敌人的空投，我们动不了。好，要他们。有很多甲，有很多甲。可惜，可惜。要不要叫空投？我们叫。风，叫给我一点钱。好。OK。空投多少钱？四千五啊。六千吧。六千。我要那个打带跑，欸、靠看你们要什么、欸？不要再掉，不要再掉到那个什么屋顶哦。没有，他地上在地上。我已经掉好。打带跑，打带跑高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有人打我里面，好，还有还有，防这里防这里，我拉线。大闪，我来了。那、nice、行，我叫我叫。开玩笑了，好险我打带跑，他们都很惨。哎、欸，不对不对，不晓得那是什么声音，飞下来的声音。那时候创伤不已久的。还有吗？还有吗？上去吧，上去吧，上去吧，上去吧。打掉他就有钱了，各位。跟我来，跟我来，跟我冲冲冲！我打带跑，我冲锋枪，不用担心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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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跟在后面。我没脚，我要补个脚。妈，你补，下面，围墙后。看到，跑房子。没脚，没脚。是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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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先补，先补状态，大家先补状态。你轻哦你啊，保险没？哎，冲！左边。听到了。还有另外一场。很残很残。爆甲，爆甲。打了，那个打，把他补掉吧，把他补掉，补掉，补掉，倒，耐收，算了，我不拿，我直接走。我们很散。哎、欸，走，屁股有人呢、欸，你们小心点的。怎么看、啊？你怎么知道？右上角那个死那个骷髅头。这有人在开车，开车，开车，有人开车，右边，右边，开车。少啊少啊！看到了，不止一台，不止一台。打！路上吧，路上。倒一只，倒一只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要死。四五号，压过去吧。我丢东西，我丢手雷。我不知道有树，你丢个 QQ 的。这里，卡车，卡车树。爆甲，爆甲。全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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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死。哎，前面。直接秒他哎、欸！这把是跟他想买，哎、欸，这有我们刚刚那里哎、欸！靠，我们又回来了！进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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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进圈！快快快，进圈，进圈，各位！好远，好远，好远哦！然后我们这左边还有一只，左边，不管不管不管，先跑进去，打他就好，没有没有，在我面前，在我面前，打了打了打了！哎呀，不是我的头，小安，你不要再……我不知道，我天，我天，直死的。你知道上帝里面有人，还是我们要去？里面有人，里面有人，一直进去了。来帮、要我帮你们下烟吗？下一下，下一下。这里面一只、哦。他打我，他打我，他打我，他打我。我要补脚，我要补脚，我要补脚。闪到了。
倒一个，倒一个，倒一个。还有一只，倒倒倒，给你给你。进来进来进来，隔壁都在看我们，隔壁都在看我们，西北西北，西北西北，出去吧，西北标。防毒片去，防毒片去。我拿了，我拿了，我没拿，我刚没拿。哇，等一下还要跑圈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很近。走。还有，还有队友，来了。直死，直死。还有别。先补甲，先补状态。要往前哦，各位要往前哦，三十。我下烟。我没甲，我没甲，我没甲，我要补。我也没甲，直接进来吧，各位，直接进来。哎、欸，这里会不会好對？不管如何，我们一起走，一起走，没甲就算了。打来跑，打来跑，对，枪法，枪法，各位。哎、欸，我在这里哦，各位老师哦。一起无敌哦！要抢这一栋，他们都在这一栋，剩三只而已。小安，小安，走。他们刚打完。没有，还有两队。二楼，二楼，二楼。打打打打打。慢来，慢来，打一只，打两只，赢了 ，yes yes， 看伤害啊，看伤害啊，哇，这个谁接我头？一把，一把，我靠，你不要退缩，不要退啊 ，OK， 不要退，不要退，不要退。哎、欸，左边好像都是一对一对的，对啊，对啊，他会把全部名称用出来，我靠，好屌，仅此悼念，哎、欸，好帅哦，超帅的，帅，等下还有更帅，等下还有更帅。好帅，是好丑，哈，帅，什么好丑？等一下，丑，抢头，抢头了，哦，赞嘞，很爽，第一次，赞赞。Both hands in that Bible, bitch. I'm next in line for that title. When nigga had nothing to do, I was idle. I was in the studio with Tiger. No, but climbing high, we ain't on.